在吊桥上奔跑及跳跃哦，谢谢。我们等一下进吊桥之后，我们是单一路口，为了维护大家安全，是采单一路口，只进不出哦，只进不出。那我们开展之后，我们是统一排队进场，统一排队进场哦，谢谢。那小朋友，一组人这一个哦，那是我是帮我做规划这个。现在是下午五点。现在是下午五点五十五分。因为我刚刚走吊桥的时候，天太亮，没有什么灯都还没有开始打开，所以我就回到出口这边再重新来走一次。感觉人越来越多，我现在正在走吊桥。这是虎形山的吊桥，吊桥的两边也都用装置的艺术，晚上它两边都会发光。它在入口处会有发小灯笼，我刚就拿了一个小灯笼。小灯笼它其实里面是放一个小的手电筒，我觉得蛮贴心的。他小灯笼拿进来，等下出去要交回去。问题他是要怎么控管，谁有拿谁没拿？啊，万一有人带回去，他要怎么知道呢？这条吊桥它是没有灯光的，所以我前面就把这个小灯笼放在前面照，这样会比较亮一点。好，这条吊桥快要走完了。往后看是很暗的，这刚刚都已经走过了，因为天太亮，所以等天黑灯都点了我再重新走一遍，反正时间很多，现在还早。好，吊桥走完了，人越来越多，都慢慢走过来了。